标榜说有99.7%都是天然的、纯天然的成分这样子。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坚持。我只是一直不知道，原来那个蜜蜂阿公、蜜蜂爷爷，他还在耶。我刚刚有看到他，我就哇，好酷哦！因为那个就是长得真的跟那个很像耶，所以我们就疯狂的跟他拍照的。然后发现他一走进来，比那个辣妹、比基尼辣妹还厉害，就是底片杀手。大家就一直跟他拍照。好了，我今天应该也不是来那个替 First Beat 做广告的，主要是这个地方也很酷，我待会再跟大家说我刚刚看展览的心得。好，这首歌《渺小》。生命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？